杨峰今日身体不适，无法亲自录影，改由配音的方式，请见谅，谢谢大家。相较于全球地缘政治和军事，二零二四年世界金融局势无疑是更为复杂、更难推测的一年。大家好，我杨峰。对于二零二四年世界局势的推演，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单元的视频，今天是第四篇，有关全球的金融和投资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播放表列，涵盖所有四期的内容。二零二四年的全球金融之所以难以预测，这是因为变数多。第二个原因是，现在要谈论股市，环境已经跟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不一样。回溯到上个世纪一九八零年代，当时全球股市是共同基金大行其道，您只要把钱放进共同基金投资。 在那个年代，多数时候都会赚钱。在共同基金的年代，一些投资人会参考共同基金的动向，主要目标是打败共同基金经理人的表现。当时最负盛名的共同基金经理人是美国的彼得·林区 p e t e r Lynch），他是麦哲伦基金 （Magellan Fund） 的经理人。在麦哲伦基金十三年期间，基金资产由两千万美元成长至一百四十亿美元。 基金投资人超过一百万人，成为富达的旗舰基金。基金的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这是非常惊人的成绩。彼得林区于一九九零年退休后，投资江湖又出现一名共同基金的传奇人物——比尔米勒。米勒于一九九零年代和两千年初期连续十五年打败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只不过。 他的投资表现比不上彼得林区，因为时代变了。这时候有另一种投资方式盛行于投资界。就在彼得林区退休后的一九九零年代，对冲基金崛起。著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他的量子基金于一九九二年狙击英镑，一战成名。只不过，对冲基金并不完全对外开放，一些对冲基是为投资金额比较高的富人服务。 然而，对冲基金也带来了问题。由于对冲基金高度仰赖数学计算模式，不管是买多还是做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计算机、电脑软件下单，这就导致了股市波动性加大。不过，对冲基金的回报率似乎比之前的共同基金要大，因为只要其数学模型对了，无论股市是上涨还是下跌，他们都可以获利。 二零零八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时期之后，对冲基金仍然存在。然而，如果您是股市投资人，你的对手不再是共同基金经理人，也不是对冲基金，而是美联储。只要跟着美联储就对了。之前投资人研究的股市理论、股市曲线等未必有用。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曾经叱咤风云的对冲基金经理人。 反而在金融危机后的股市操作中栽了跟斗，因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根据自己所学，在某个阶段做出对美元、美债看空，对黄金看多的预测，没想到美联储极力维护股市，维护美元和美债，因而导致这些对冲基金亏损或是业绩不好。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得要看美联储的动向，以美联储的决定马首是瞻。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什么预测股市、预测经济的走势，而是要预测美联储的动向。正因为如此，美联储主席在历次会议后的公开谈话就非常重要。大家都在猜测美联储会怎么做，想要从美联储主席的公开谈话中寻找蛛丝马迹。在美联储的支持维护下，美国股市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除了2022年9月曾经短暂走入熊市外， 总计走了十四个年头的牛市，今年是第十五年。美国经济也从金融危机走了出来，成就十四年的荣景。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各种势力的演变，重点在这里。如果把美联储委员会当成是一个超大型的基金经理人，什么彼得林区，什么比尔米勒都不够看。美联储成为掌控美国股市最大的操盘手，就连对冲基金也比不上。 只不过，就算美联储是最大的操盘手，也不可能无止境的让美国股市一直上涨。四十多年来，美国股市从共同基金到对冲基金，再到美联储，最后最终极的大 boss 出现了，那就是美联储。去年八月，我们曾经给大家一个提醒：美国股市可能面临下滑。当时的美国股市疲态尽露，长天期的国债之利率上扬。 整个美股出现两个月的动荡下滑时期，然而到了十月中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番话引导市场对明年降息的预期。鲍威尔说：“有鉴于美国长天期国债之利率上扬，这等同于加息的效果，因此美联储可能没有必要继续加息。”鲍威尔动动嘴，一番话又把股市拉了回来，尽显美联储最大操盘手的神奇功效。 然而，就算美联储在神奇后面还有一个上天，美联储再怎么翻云覆雨，还是抵不过天道，抵不过经济规律。美联储一次的言语玩弄，两次、三次、四次有效，难道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无论如何，美国股市要继续上涨，得要有良好的经济支持，上市公司的财报盈利要好才行。若非如此， 美联储的灵丹妙药也会失灵。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迹象显示，美国今年的经济表现不乐观。一、美国从2020年疫情以来，向民众发放的救助金、补助金都已经用尽了，许多美国民众在疫情期间的储蓄，去年底的时候也差不多用光了。美国在难以依靠民众消费来推升经济增长。二。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美国信用卡债务规模达一点零三万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而严重拖欠率也达十一年来最高。这两项数据的意义是，美国人民口袋的钱用的差不多了，而信用卡债务也达到顶峰，这表示消费力道将减弱。不过，消费力道减弱未必表示美国经济将会从此走入衰退。 还要看其他几个因素。三，依照昨日的美国国债中显示的数据，美国政府负债超过三十四万亿美元，超过我们之前的预期，提前达标，这事情就大了。这表示美国政府今后的利息负担加重，而且美国政府要增加发债的规模也比以前困难。美国政府发债困难将会导致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作机会。 对外发放的合约减少，这对经济增长不利。其实，美国这两年的低失业率，联邦政府部门的雇佣人数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少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机会，将拉低新增就业人数。这三个因素意味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大概率的会是低增长，如果不是经济衰退的话。四，由于利率高企，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疲态。 虽然房价还是很高，但一些地区的楼市行情是有价无市。根据美国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 （Fannie Mae） 的消息，二零二三年美国成屋销售量走低，抵押贷款的申请量是二十八年来最低。另外，美国商业地产早已经是疲态尽露。好消息是，美国非住宅类的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不错，这是指工厂、厂房之类的投资。 第三季度的时候增长百分之一点三，不过非住宅类的投资可能于年底的时候力道也尽了。二零二二年八月，拜登政府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削减通常法案》所带来的投资、设厂等经济活动，可能也差不多了。看来，美国今年的经济表现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这么说，美国今年的经济能够低增长。 也就是软着陆已经不错了，然而，美国今年的经济却有衰退的风险。先说说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十一月 CPI 同比上涨百分之三点一，看起来是放缓了些。问题是，如果美联储于今年启动降息，通货膨胀恐怕会卷土重来。如果真的卷土重来，那麻烦可大了。 到时候面，美联储恐怕没有任何的工具可以应对通货膨胀，只能眼睁睁看着通货膨胀肆虐，维祸美国股市。问题是，这个机会有多大？这才是重点。二零二一年秋季，那时候正值美国通货膨胀高企，我们在节目中说，美联储不可能于本年度二零二一等到通货膨胀掉下来，除非是到了明年二零二二年。 因为前一年的通胀基期比较高，才会显得通货膨胀数据降下来。看看美国这几年所印发的钞票，两年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增发了七万亿美元的国债，单单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膨胀了五万多亿美元。截至上个月的数据，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降低了一点二万亿美元，真是好不容易呀、啊！但是。 美联储还有七点七万亿美元在手，怎么消化呢？按照这速度，得要再等待六次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把资产负债表降低到五千亿美元。也就是说，仍然有大量美元在外，通货膨胀随时可能回来。这就是美国这两任总统急功近利的结果，用钱砸出经济增长。别的不说，二零二一年拜登一上任。 就立马推出1.9万亿美元的疫情补助方案，这是典型的用钱砸出经济增长的思维。其实，2021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了疫苗，而且还不止一种，可以预期疫情将受到控制，经济活动也将恢复。但拜登硬是要用巨额钞票来推升美国的经济增长。此外，拜登政府依然要同中国经济脱钩。 大搞有案外包和禁案外包，拉长了供应链，也拉低了商品的生产效率，这就使得美国的进口商品会居高不下，难以降低。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芯片禁运，限制半导体设备的销售，将拉低美国相关产业的营收。凡此种种，都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看不到明显的美国企业的营收增长亮点。 去年大为风光的美国人工智能股，例如英伟达公司 （NVIDIA） 股价上涨三点三倍，但是今年人工智能类股的上涨幅度恐怕不如去年。最为烽火的时期过了，得要休息一阵。美国股市还有一个隐忧：美联储隔夜逆回购建图的使用量已跌破一万亿美元，去年底降低到七千多亿美元，这表示。 美国整体金融部门的流动性大为降低。二零二年九月，也就是俄乌冲突最高峰的时候，逆回购的金额达到二点四万亿美元的高点。当逆回购金额降低的时候，美联储可能要考虑是否要继续进行缩表，或是放慢缩表的进程。流动性降低当然不利于美股的表现。不过，隔夜逆回购曲限于上个月最后几天。 又突然翘了起来，达到一万亿美元，这得要多等待几天才能知道逆回购金额突然增加的原因是什么。美国股市真正的亮点其实是美联储开启降息循环，这是市场最为期待的。现在已经有人预期美联储将于今年降息七次，甚至是八次，这是非常夸张、激进的预期。依照全球第二大投资银行高盛的说法。 美联储将于今年降息五次，明年降息三次。果真如此，市场可能又会兴奋起来。除了美联储降息外，不论是美国股市还是经济，看不到明显的亮点。我们做一个总结：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明年美股的亮点并不多，而下滑的风险却是存在。换言之，明年美股上涨的概率和幅度大概不会很大。 但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却有大跌的风险，上涨的机会和幅度低于下跌的风险。唯一的亮点是美联储降息，然而降息却存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风险，而且这个概率不小。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去年底的时候改口，不再以百分之二的通货膨胀率作为美联储利率政策的目标。 美联储将接受更高的通胀率，例如百分之三。一旦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美联储又得要翻转利率政策，这等于是自打嘴巴。这是为什么美联储这几个月来反反复复的原因，因为美联储是再不确定也没有把握是否应该要降息。问题就是，美国难以接受经济增长降低，因而导致美国的经济总量被中国赶超。 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美股清楚印钞的风险，也要拼命印钞放水的缘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论美国的金融情况，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会影响其盟国和盟友的金融市场，也会影响许多其他国家。如果美联储于今年某个时期开始降息，一部分的流动性会流向中国。 这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也就是股市。这方面，中国将同时吸引到外来的产业资金和金融资金。自疫情以来，中国大陆持续开放国内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也是中美经济和金融小组的商谈重点之一，因为即便是美国的资金，也要开始寻找出路，寻找投资增长的途径。 而放眼全球，欧洲的经济不行，美国北边的加拿大经济也不行了，舍中国其谁呢？对拜登政府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拜登底下的重要阁员，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也在极力促成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这是耶伦的重要计划之一。不过，拜登政府却想要以行政命令，堵住美国资金投资中国高科技产业。 因此，能够进入中国的资金可能会有个限度。然而，这方面倒是不用担心。美国不投资，中国有的是资金可以进行内部的投资。现在等待的是美联储结束加息循环，大陆内部资金就可以比较放胆的投资国内的产业和金融市场。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这里是风云天下，阳风时评。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大家平安，新年愉快。